欧扎塔午安南门元旦午安 PP 午安周杰伦还敢对不起L 午安雷垮午安早安大家刚睡醒我刚睡醒啊哎呦喂呀、啊、思源午安你害我唯一的礼拜一美好午休时间变成礼拜一美好看果果时间对不对那你午休到什么时候 Simon 午安司徒程程午安我加一下 HelloHello 耳机匠生气对不起啦原谅我好吗我刚刚开机的时候啊我刚刚要开的时候他不给我开耶我是说真的我来看一下猪宝宝猪宝宝没有来耶猪宝宝有播吗猪宝宝没有播啊德全午安如果这样应该跟你说早安好的那拜拜啊播到12:30到1:30你害我只能看10到15分钟了啦对不起啦 Hello 可乐网我跟你们说我每次改时间我都想说要改中午然后都失败因为我原定是大汉堡他在播吗宝宝我如果有档的话你们等一下跟我说因为我现在是连 WiFi 现在开箱中哇真好我们一起开箱你们都要然后你开这个一点的早睡不是晚睡也不是看来我真不该播中为什么我播中午啊我每次都很为什么改一点因为我晚上有事情晚上要跟家人吃晚餐我就改中午家书午安一凯午安晴虎午安黑流星午安啊你们只能看一下下哦我先去吃饭我也要叫吃的Hello 伟追伟追午安浩一午安邦伟夜兔那是兔吗还没比如等等会忘记买某国的衣服不行哦 Hello 妮妮午安这是什么新衣子卫星衣子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卫星一只小五午安果然为跟我不一样耳机匠因为我没睡饱所以会忘记不行嘛那你要不要去睡午觉对我的黑眼圈好重而且我还没有眉毛不行不行赶快遮起来很早醒了今天很好睡哦哎呀这字对不起这是不是这是什么那个我的国开人要怎么睡可是我怕你累呀、啊、还好刚起床还没化妆对啊
假装你们看不出来吧，我的黑眼圈也太深了吧。可是我感觉我的黑眼圈好像没有那么深。今天国发奥利弗宽敞怎么在？太吵杂了，我会睡不着。尾椎去哪？这样很美，谢谢。这次表演你们喜欢吗？喜欢果果呀，你们这次看得开心吗？大家不用担心，我以后不会开，就是因为我以后开学了，也没有，也不会开，应该也很少会开专门。你吐车了，哦哟，对呀，我天哪！希望大家都能抽到裙子的，不是，是上衣，真的是会忘。我第一次忘记脱上衣，怎么会这样子？李真下午好，开心。我抽到你，耶！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叫什么、啊？七月的吗？比基尼。今天可以跟完整场了，恭喜志宏。那我是不是不应该今天放假呀？是啊，抽到了，恭喜得全。你喜欢吗？柠檬午安，阿华午安，我没抽到，嗯。下次还有机会，狗狗跟猪怎样吃的？午安，猪宝贝在播吗？开心极了，你抽到的是哪一张？午安呀，大家一零午安 ，Amazing J 午安，功夫英雄午安。来给宝贝，谢谢那个公园的吃的夹克。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好吧，没有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奥利弗昆虫的红玫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忘脱了。谢谢，谢谢红包。指定跟食物，你抽了两个，对，你抽了两个。你好，流浪的路人，谢谢红 ，Hello 加红 ，Hello 暗红 ，Hello 夏卡拉卡 ，Hello 福福猫，刚刚好像没跟你，还好小迪神救援，对呀、啊，小迪神救援的、欸，那时候我就想说。可恶，没看到你出球，你怎么没有来看我表演？食物是下半身吧？不想回你，我一直被挑留。哪有啊？我有看到啊，我明明就有回答。谢谢可乐王的枫叶。拆装备，我下重本了。谢谢，喜欢就好。小迪暖男，而且重点是那时候我跳那个间奏的时候，
我还跟面面对看，我想我要想要用眼神求助他，因为想说我忘记脱了，还跟朋友说国的衣服啊，我有看，但只看了中间之后就去忙，嗯，辛苦了，我是后面。我要起床了呀，起床了呀。起床的 Tiger， 有晚上好，午安，季风亮午安，坤坤午安，谢晨珠珠午安，面面有发，面面有发现我今天跟他对到眼嘞，只好出去去斩人，睡昏了，谁？看我的可爱猫咪，我的可爱，你干嘛？可爱猫咪 ，Ultraman 午安。哎，我跟你们说，我那时候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是搞不懂哎，为什么？应该。有被我说，哎、欸，你怎么没有脱衣服？就是，我又忘了。怎么会忘记啊？到底是？因为那时候我不小心挡到大家的路，好像，然后呢就有人跟我说借过借过借过，然后呢我就说啊挡到挡到，我就很紧张，赶快往旁边挤，就忘记脱衣服了。那我就不买。啊，他怎么忘记脱衣服？他说你怎么还穿着衣服？没脱掉的时候，那时候就只记得大家跟我说借过借过，然后呢就想说啊赶快借过，不要挡到大家，然后可能就忘记脱衣服了吧。没有，而且是因为我之前很少会捡衣服，因为我那区域没有衣服要需要帮我需要捡的衣服，然后呢我通常就哎呀讲嘛干嘛我在讲话、啊、我通常都不会捡衣服，可能是我帮人家捡完衣服之后，我有往那个篮子里面就是那往后面收起来，然后呢可能就是那么以自己其实自己以为有丢衣服了，这样子舒服啊，超体感。这次剧组要好好看的，看好好的看着滚。那你还喜欢吗？希望这次你喜欢。不过这次去处罚你不买圣诞节，嗯。为什么？我呢？后来发现我呢，很想要揍我自己，你知道吗？就是呢，有时候看到镜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的眼睛会乱飘，哎，真的是很生气自己。下次还能更好。我要把自己逼良，加油！当然有越来越进步啊，真的吗？嗯。下次记得 birthday month 的复仇。birthday month， 对哈。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哦，我可以问你们三周年感想那边，我看到我真的哭了。其实那时候我也莫名其妙，就是突然的一阵感动，还好没有哭出来。不然就很好笑。我
我想要拥有腮红特效。这个太花了，锅你等等啊。好的，午安阿哲，祖祖今天也念了三周年笔记，那我也念一下，锅要问什么？哎，对哈，等我一下哦，我还记得我写了什么耶，不知不觉的了，也三年了。不知不觉的在 Team TP 也待了三年了，很遗憾的第一年没有办法跟着大，没有办法陪着大家。很遗憾的第一年没有办法陪着大家。后退一点哦。好的。Hello John,Hello Yu。给你上次的礼物。什么礼物？我好了，是爱的熊抱。我在，谢谢志宏，可爱的熊抱，我摸到他了，谢谢。我有摸到我可爱的熊抱，好棒。谢谢我的熊抱，谢谢。我终于摸到那个小熊了，嘿嘿。Hello John,Hello You, 我刚刚跟你们说 Hello。好，我思考一下我们的三周年哦。我应该有。铁哥，你过来啦。而且特效超久的，对呀，谢谢。可爱，第一个过来。Birthday in my mind. 我这边没有哎，我这边没有。我想一下哦，那是我应该是写说，哎，还是我找不到，我应该是写说，我说我在 Team TP 里面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哎，好像有哎，再找一下。好吧，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我在找那个，你有打起来哦，哇，谢谢，你说感想啊，对对对，我说感想，我想说念给大家听一下。 Hello 笑笑， Hello 咪噗， Hello Jeff， Hello 姚，午安。 Good days in my mind。我的眼睛怎么雾雾的啊？真的很谢谢陪在身边。哎，哎呀哟，干嘛呢？吵死人耶！
你在我这边，你就是住址。我换头像。好，没有问题。Hello， 志祥。Hello， 樱桃猫。果果星空的错误很好看。真的吗？太好了。我觉得前面两首，后面我跳的比前面的姿势熟悉一点，因为毕竟后面跳的比较久一点点，就是有时候前面有一些地方我没有很满意，不要一直揉我，好吧？好，我不揉。你们这样看得到我吗？Hello， 大家，我是果果。不知不觉，你们也陪伴了我好久。虽然我在这期间暂停了一年，但你们依然陪在我身边。在 Team TP 的这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之后的我也会继续加油，让你们看到我一步一步的成长。真的很谢谢每一个应援生，每一份用心的支持，也谢谢你们一直陪伴着我。三周年快乐，接下来也请多多指教，加油就是了。我也希望。谢谢樱桃猫的行李箱跟掌声鼓励。Hello， 玄阳，帽子中差点没脱到衣服。我已经没有脱到，是小迪的神救援。果果写的话很暖，我怎要起鸡皮疙瘩。以后如果还有开全开麦，有啊，果姐说我声音超明显的。果姐说我都听到你的声音，声音好明显哦，我很认真在唱哎，不过亲吻有，因为我亲吻有一点点小小的没有唱。因为亲吻我有点害怕我自己走音，因为我不知道耶，因为亲吻的唱的时候有一种，就是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就是亲吻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我自己，因为可能声音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害怕我自己破音或走音。哦对，而且亲吻好像比较高的关系，可以多唱。我看过的就是看果果的表演跟声音，你们应该有听到我的声音吧？还是因为果姐很，就是果姐是我姐的关系，她就说我的声音很好认，她说我的声音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我一唱就是很明显这样子。你觉得会破？就是那什么这一分钟为明天亲吻我，我忘记有哪一段，就是那么感觉唱的会有点颤抖的感觉。悠悠怎么啦，听歌，你肚子饿了吗？可能是我这边喇叭的状况。你是说亲吻吗？亲吻是好像是我的问题，但是我记得星空我的声音很大声，就是我自己有听到我自己的声音这样。这次有点没放开。好的，我下次知道了。不知道哎，因为我真的好像亲吻比较高的关系吧，我很像有点害怕，而且我怕我声音太明显，就是不知道，我怕我就是声音太明显的突起，我就唱比较小声。那我下次知道了。先干嘛？听歌又在捣乱了。听歌你又在干嘛？咦，我是潜力组的第一名哎，嘿
里啊。笨猫。仅仅实力呢？好吧，我会加油。果果，我婆。嘿嘿。Hello， 金耀。Hello， 五五。Hello， 小玉儿的阿伯。Hello， 酷西 S。果果很棒，谢谢。果果，我婆。嘿嘿。揉太凶了，不是让他眼睛雾雾的，我需要。不是，我早上起来都会过敏。没有，其实是因为今天没有化妆，黑大肆的揉搓我眼睛。再揉我就好了，好了，我不揉了啦。就是感觉有那种，你知道吗？成长很多，其他我就好，谢谢，我会看。其实你们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收到你们的，不过虽然想拿到，只能给果果几个小人，超棒超赞，不行。我跟你们说，就跟你说了德全，只是呢，你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下个月。不是这个月，这个月出来了没有啊？是不是八月的是什么？八月的就是八月的是拼图嘛，然后九月的就是九月的必须你又要出事了，九月的又要出事了，没有啦，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恭喜用户志恒获得时刻榜。贡献奖励发言框有效期12小时，可前往装扮佩戴。哦，这是什么啊？达达的马蹄，你好，御用小书童，你好。很想跟你们分享哎，可以偷偷在那边爆雷。我们才刚说到泳装又要出事嘛，我跟你们说，一定出事。我有一张很厉害的照片。我有张厉害了的照片，等音音放出来，好好好，等音音放出来，我就是再给你们分享。哎，这张竹宝贝好看，我跟你们说，我上次跟竹宝贝去游泳。我们戴那个口罩超好，超可爱的。哎，猪宝贝会不会不同意我啊？可是猪宝贝真的很好看呢。啊，猪宝贝都很好看，是我很丑。这样下去我要去跳钢管舞了。风风 ，Hello， 你好。默默，冷寒冷行风，勺子 ，Hello。期待初四，哦，是初四吗？我都找不到那个对话框要去哪里更换。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人可以告诉我吗？会出事吗？期待啊！没有升息，没有没有也没有那个，我觉得没有七月那么精彩啦，但还是很精彩，跟七月我觉得一样啦。你问过他之后再给我们看吧，好吧好吧。那我先给你看我好了。好了，哎，大家抢红包啊！已被抢完。果果初始日常，什么意思？哦哟，过期了，讨厌。吓到我直接取消，不准。那个是我跟竹宝贝一起买的水
游泳口罩，结果我们根本不能呼吸，你知道吗？我们一戴下去哦，我自己戴下去，就是那个戴的那个游泳口罩嘛。然后游的时候要换气的时候，那个水直接这样涌入我那个口罩里面，还出不去，我差点被呛死哎！天哪，有点不好用。不过上岸的时候可以用了，因为现在就是你只要一上去，你就要戴口罩嘛，所以戴那个蛮好的，就是上去的时候可以戴的。游泳戴水口罩，在我的装扮点进去有个留言框可以更换，我小心，给我小心一点。这也是那时候超级那个的，因为我跟祖宝贝在看我们谁游的比较快这样，然后呢我们就游嘛，他就游过去再游回来，然后呢大概50吧，这样子50，我游过去我就用尽全力游过去，大概20几秒，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回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我就用尽全力冲过去嘛，然后回来之后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是，其实也不是没有力气，是很喘。然后呢，我其实有一点点怕水，我很害怕我会，不知道，我就有点怕水，所以我直接在中间站起来，然后就被那个在那边的那个教练说，那个中间不要停留。然后主宝贝说，他说你给我游回来，快点。不过你居然会游泳，我不太会游泳，只是能够在水上面怎么生存下去。我不会游泳，我的姿势也不正确，就是我是游那个，但是我姿势很不正确。九九会游泳。换得到气就算成功。这是我用尽全力过去嘛，可是我回来的时候就很不知道，可能第一体力太差吧，我都忘记怎么游了，改天我溺水谁记得救我啊。我努力。 Hello 小山，不过我很喜欢游泳，因为是我很喜欢的运动，游泳跟网球，虽然我可能已经甚至忘记怎么打网球了。咦，这是什么可爱的小鸡蹦蹦 ？Hello， 啊，我没有捧到它。对，就是姿势有点不正确。德全，你不是说你只能看15到20分钟吗？还没办法换气呀，其实我也只会用右手换气，左手我实在是不太会换。记得背你，我可能会默默的就这样沉下去了。Hello， 大家好。一般来说，我上班也是没办法看直播的，不过我都，我下一次播是礼拜4吧，对不对？对不对？哦，等一下，我这下一次播是礼拜4。笑死！自备游泳圈还是沉下去？他知道我家后面是怎么样？是 ，Hello 鳄鱼。什么意思 ？Hello 艾瑞克。
艾瑞克这次有看到表演吗 ？Hello， 下次是礼拜，对对对，下次是礼拜四晚上八点，到时候再慢慢播。今天我就乖乖下播，不然你们也看不到我。还是我播到六点，这样你们就下班了。要关了，还没有啦，星期哦，是星期六上班哦，嗯，播到六点好，也是可以。你要不过我耳闻有事故，没有错。Hello， 草莓酱 ，Hello， 剑骨呢？我今天还是随意播好了，我就抢中间光，偷偷看。Hello， 我八点才下，我八点才下班呢。哇哦，那可能就有点困难喽。哎呦，我的眼睛怎么这样子红？我想要去拿一下。你要不要播到八点？我真的要下去，要做去做事。好的哟，那只好礼拜四见了。播到跨日，你拒绝我走心退订单，不行。八小时直播。有点困难，我可能会赖在沙发看电视，你们就可以就是看我看电视之类的。我想要吃点东西吃，等我一下哦，我等一下回来。不行，顶多让你赖在床上睡觉，让我们看你睡觉。我跟你们说哟，就是不是那个小 baby 的裤子，就是裤子，然后把脚包起来嘛？你们知道在说什么吗？就是小 baby 的那种把脚套起来的裤子。吃什么好呢？所以裤子怎么了？咖喱拌饭，哦，嗯哼，所以嘞，就是我也好想要，为什么大人没有出这种裤子？我超想要那种裤子的耶，我要想要去定做一个裤子，就是我很喜欢把我的脚包起来，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我在家我会穿袜子，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不能拥有这种裤子呢，然后就不用穿袜子这样。不是啊，就是什么背，就是睡觉的时候也很舒服啊。有啊，大人有那个怎么像小宝宝的，什么意思？你要是播到六点，我就叫诗人去你家打你屁股。
必须称赞一下公演最后几首歌，我真的棒，谢谢，我会继续加油。那样裤子会臭臭，才不会，其他小问题下次再，好，下次还能再更好。屁股会开动 ，baby 的屁股会开动，真的假的？没有吧？志宏找哦，找到了，Google 一下就有了。妈，真的那个叫什么裤子？谢谢黑流星的滋补守护灵 ，baby 国感觉会吵死。我小时候很安静哎，只要越来越好就对了，没有问题，一定会的。宝宝国就是很喜欢穿那种，我不知道哎，就是在家穿那种就很舒服啊，你们不会这样觉得吗？就是把脚包起来的感觉。谢谢小生送的，这是什么？潮潮招招招招招招木木，谢谢小生，这好可爱哦！招招木木，招招木木，招招木木 ，OK OK， 超可爱耶！蕾蕾安静，我还蕾蕾小时候超爱哭，说实在的。谢谢樱桃猫的一分，谢谢告白气球。啊，没有抓到他，我抓到他了吗？换尿片，哪有这回事啊？这样怎么换 ？VJs 有你要的东西，什么是 VJs？ 我来搜寻看看。哇，我获得了。这是什么潜力时刻榜第十名，咦，开心，一定是你欺负雷，没有，因为雷姐是小公主。什么叫做 VJs？ 你 Google OK， 是不是？你不要欺骗我，我是要大人的那种，不是给小宝宝穿的哦。什么是 VJ？ 那个叫那个裤子叫什么 ？Pajamas？ 啊，真的有哎！哇，我好想要哦！你们看，真的有哎！我好想要哦！你们看，哇！天哪，你怎么知道这个？真的有哎！你没有看到吗？谢谢博成的九月手勋章吗？真的有哎、欸，它是什么啊？搜寻开档孔。哎、欸，这很棒哎、欸，应该很，我来看看。哎、欸，超可爱哦、喔！我的天哪，100分。太可爱了，可是会不会你知道吗？不符合我的，因为我买过给别人。为什么？跟孩子一样，不是，他真的很舒服。抢红，哦，我抢到46个，我应该不要，我留给你们抢才对，吃到煮口水。这真的很可爱耶！哎，我太喜欢了。他没有写39块，这是美金吗？你可以不要坐在我的平板上面吗？你可以，你坐在我平板上面，我要怎么看我的平板？你想亲亲我？臭猫咪坐在我的平板上面，
请问你要我要你的脸把残，你直接不给我看呢？你是什么个意思啊？你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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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爱的 Tigger 超香的。哦哟，我又忘记弄照片了，用30分钟要休息时。可是他没有写什么裤长之类的吗 ？Size， 哦有哎、欸，看不懂哎、欸。Height 5.0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这是多长的意思？Hello 罗宝杰 ，Hello 思草七七 ，Hello Lauren CE，Hello Stephen， 尺寸大小 ，height 没5尺是多镜像了？什么镜像？我吗？我为什么镜像了？我镜像了吗？为什么？哎，为什么我抢到41个？John， 5尺是多长啊？5尺，我不会看呢、欸。啊，是哦，150。哦，那我应该穿得下。那买，差不多5尺8左右 ，5 feet 大概150。哦，那所以。那什么 six feet 就是怎么讲话那么奇怪，这是160的意思吗？哦，我懂了，所以我身高是7尺8，哎，7尺4，是这样的意思吗？这好可爱哦。天哪！还有毛茸茸的哎、欸，真的有哎、欸！天哪！NBA 听到吗？七尺的运费很贵，我忙一下，你到几点？七尺是多？七尺是几公分？啊，210哦，哦，那1尺30公分。39块也小，39块是多少？39块是39，12000，1200，1200。好，我不回答我呢，我等你啊，我播到3点。对，1200还可以，39块是1000哦。对，不理你。嗯哼，待过不小的公司。
我实在是不晓得哎、欸。好喜欢哦。我刚刚要干嘛？我刚刚是不是要放音乐之类的？噔噔噔！谢谢偷偷喜欢你，谢谢可乐王的偷偷喜欢你，感觉是好。我以为十月就不会有线上生日会了，我想跟你们见面。可以直播传好啊，现在汇率很棒，可以考虑。真的吗？你说现在可以买吗的意思吗？好哦，疫情也只能线上。哦，我是要醉了，我要点吃了。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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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要洗啊！对了，哦。好想要赶快跟你们见面呢、哦！嗨，我是恩，我也超想。我刚刚好像好久没有在现场。Hello， 我包子啦，我包子。说到包子，就想到那个皮克斯的，你没有看过吗？好像是皮克斯还是 Disney 的那个很可爱的那个包子的短剧，你们知道在说什么吗？真的好久没见面。那你们会自己喊吗？父母养包子，对对对，就是那个。那个可爱的包子，第五单握手会吧，不晓得是不是会在明年，应该会是明年了。先让郭姐在心里喊，郭姐说她那个星空的错误都会跟着。不理你，那个我有看过，那个很可爱耶，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Hello， 阿翔，晚上好。好哟，不是，中午好。我要把那个，是不是晚一点又要下雨了？刚刚天气蛮好的说。Hello， Stephen，Hello， 品璇 ，Hello， 小叶，上班偷听，好偷听，你偷听。午安。嗯，讨厌呢。有人关了。对，应该是七七关了哈，品贤。是不是七七关了？我想要播歌，撞时段的关系。午安呀。我刚刚播的时候有看到琪琪在播，哎呀，对，
抓到你。但我还是来了嘛。好了，谢谢爱心，爱心。我觉得默默的那个很可爱，就是那个白色情人节的时候一直在晚安，讲习惯了。你们觉得我要吃？谢谢品贤的文手礼，用文手礼，所以要手手要往前，文手礼。哎呦，很讨厌哎，感觉今天好可爱呀、啊！真的吗？这样我会膨胀哎。哎，我刚刚要说什么？我说某某有一段那个白色情人节的时候很可爱，就是他有一段他自己在中间跳的时候，他跳什么？他比了各种各式各样的爱心，我觉得那段很可爱。还没吃，嘿嘿，还没吃呢。八度我腰热，果果可以吃播啊，没有问题的。那你们觉得我要吃猪排餐肉蛋饭还是干炒牛河？哦，我选不出来，怎么办？可以播白色，最好可以来播一下外送，叫起来。你们觉得我要吃面还是吃饭？他们是一样价钱，两个都叫。嗯，好难，好为难哦，好为难。还是我叫一份，我是靠感觉，饭，吃饭好了。哈，你们都说饭，那我点面好了。你说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不是？好面，吃饭比较饱。等一下，我犹豫一下，让我思考一下。吃泡面，它有那个很好吃，就是 XO 酱炒公仔面，它好像是就是公仔面。我的白色情人节呢？真真真真，吃面可以。等一下，想一下啦。反正我吃炒饭。哎呦，我叫茶，对。教室里，一个人前进，周末午后的静谧。哎呦，按到！透过住家装置观赏 YouTube 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先点好。老桥被响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小山，你有看我们这次的表演吗？平常都吃饭。我再想一下，让我想一下，果果会炒饭吗？
我会，我之前有做过一次，我那是在直播的时候做，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然后我觉得感觉很好吃，就是泡菜，然后加鲔鱼罐头，加一些辣酱，韩式的。练口声还是要大家一起喊才有。对啊，好想念你们的口打口声。念着喜欢的你，我看一下，有无法亲手的送达，独家巧克力糖，把心融化，跳出暗恋的花，在白色情人节才。我真的选不出来，怎么办？啊！雨还在关心，总不禁让自己陷溺，勾勒美满场景。没有插小宝哎，偶尔的想你。好喜欢喝碗仔翅，我也是，大概一样，把心意融化，巧克力糖，用心点个引雷告白，秘密含覆盖你的脑海，小小手臂缝几针，默默无声的呼唤。我们这次有多加了一个东西哦，せーの，大好き。在白色情人节才，缘分还安排什么意外？莫名其妙的慌乱，爱你是给路。大好き。我吃饭好了，吃面好了。大家的部分很赞，变成互相告白。那你们觉得我要喝冻柠茶还是柠檬七喜？那个有惊艳到。那时候我们大家在讲说，会不会你们会听成 Daisy 冻柠茶？好了，也是，我比较喜欢喝。我不太喜欢喝汽水。准备好之后一定，冻柠加一，喜欢果果。我又有点眼睛饿了啦，好想要点那个叉烧包哦，但我一定吃不完。哦，我点个港式萝卜糕好了，港式萝卜糕是100分。那我是不是要帮我问一下我那个？很明显就是大好き，那就好，冻柠冻柠冻柠。你们是不是没有喝过柠檬七喜？我跟你们说，柠檬七喜很好喝，就是咸柠檬，就你喝起来就咸咸酸酸的，就是很像那个啦。七喜就是七喜的名字。先来蒙一下，好的，冻柠，我点了冻柠。Hello， 啾啾，就是有柠檬的七喜。不一样好不好？
那我点了跟果姐一起吃，果姐一起吃好了。才奇怪，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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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的关心。Hello， 阿米，午安，风午安，柠檬七喜没喝过，不是，他叫做什么？那我选柠檬七喜雀巢柠檬茶。当一下薪水小偷，辛苦了，有喝过，我觉得还蛮好喝。广东。按摩都是冻柠了，什么柠檬算是汽水？对啊，是汽水啊。咸，对对对，咸柠檬啊，咸柠檬，肥宅快乐水。啊，我在思考要不要帮果姐点，可是我怕果姐不想吃，不过她跑去睡午觉了，所以我来不及问她。Oopsie， oop， oop， oop。你要让果姐肚子饿吗？可是我怕她冻凝了加满碎冰的柠檬片啊。对，那个很好喝哎。啊，怎么办啊？果姐到底有没有起床啊？可我怕果姐起床就要吃晚餐了，这样点自己的就好，不然我点的可以跟果姐一起吃啊，因为毕竟我回来了，妈！一进来就看到，哦哟，就听到大家说我卡了，我就生气。那你们觉得我要帮国姐买饭还是买面呢？猪嘴骨，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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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我知道，我点饭，然后我帮姐点面，这样子我就可以偷吃一口她的面，聪明啊！嘿嘿嘿，那怎么不能单点啊？讨厌。我没有办法晚上买乖乖。100分，变成猪宝宝了，怎么就没有胆电呢？菲菲，你觉得我要点叉烧包给姐姐，还是奶黄包？好像还是不要点了，好贵哦。好吧，那不要点好。我可以不要点饮料吗？不想要饮料哎。
郭姐又不喝这边的饮料。叉烧包，好，那我点叉烧包。原来国都这样点餐，吃剩能给姐姐。I'm back。我每次都跟国姐一起，国国是腹黑，我要奶黄包，不是问我。嗯，国姐不喝饮料怎么办？好吧，帮我帮他点个那个好了。OK。OK OK。OK OK OK， 呜呜 ，hit it hit it hit it， 果果很贴心，又想到全健姐姐不喝饮料怎么健康？没有，他喝可乐，他唯一会喝的两种饮料就是，他唯一会喝的饮料就是可乐、巧克力牛奶跟奶茶，而且他喝的奶茶要很奶很奶的那种，就是。他不喜欢茶味很重的奶茶，然后自己什么都吃得到。我没有，呼滴答呼呼滴答呜呜滴滴滴滴滴滴。在白色情人节才缘分还安排什么意外，连礼物都给不来，多么胆小，就算我活该。在白色情人节才你懂不懂？明明却水果我都不喝水，我喝水啊！我现在每天喝水耶 ！Oh my god！ 就给零食。TK 一直找我。礼拜六的公演 ，I think you need Daisy deserves a 190，真的吗？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我了，但大家都很棒，而且我觉得这次大家进步，这是我觉得我们这次其实整齐了很多。你们有这样觉得吗？你好 ，Tammy。对，可是我食量不大。Hello， 澳门客。Thank you， 勇和。这是染吗？你好，这念染吗？这个字，请问这个字念染吗？染染是吗？我是不是 ？Of course， 我也同意可以更好，音响的部分。嗯，对呀。你好，何染，好可爱的染染，染染，染染，真的，大家这次有说 Jubilee，
太好了，我们花了十几个小时雕了，真的是有进步。果果自己最喜欢最满意哪一首歌？最满意星空吧，要比较整齐没错，下次可以更好，一直更好。在白色情人节，在缘分还安排什么意外？滴滴打人，滴滴打人，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哈喽乖乖，我是不是又卡了？我应该没有卡吧，还是你们没讲话而已。Hello， 肯尼，您在看对谁都在看，真的吗？谢谢你。不能抓眼睛。眼睛痒了，点个眼药水。我实在是想要戴眼镜，但我实在戴眼镜不能看。果果都有过敏了，不行啊，这样今天也太素了吧。不要讲了，可是我的眼药水只能没有戴的时候点，很乱很乱，不行，被你们看到，你眼镜。哎呀，眼药水挺甜的。眼镜，我每次都很讨厌戴眼镜。看到眼睛的时候，那天不都看你们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的？不行啊！可是今天我没有化妆哎。房间属鬼，好，我等一下下播的时候点眼镜，我有戴，这样很好。不行啊，我真的不行，为什么我一直过敏啊？就眼睛一直有，请问你的抖力头是吗？抖力头在外面，我把它拿进来给你看。林家的狗，我跟你讲。
好乖哟、哦！哎，好乖哟、哦！你们看到？艾莉也有特效哎！你看一下镜头。妈妈，你看一下镜头。为什么你刚刚也有特效？他还没睡，突然一下他眼睛又要闭起来了。欸、你还没睡醒啊，臭狗狗。他找不到妈妈，不开心，对吧？请放他去睡觉，不要，他是直播主哎。你还没睡饱？哇，波波嘴巴臭臭，你看，波波想睡觉。波波在家他都很乖，没错，真的。这首好久没听的歌，他睡着了，没想到果果长这么高。想好吗？睡觉。再可以任性的欺负他。你干嘛
都这样子抖起来抖起来，难道不你没有精神？你飞走以后不要忘记这里的月亮，怪物的爱并不廉价，我国工人直播女，我才没耶，你也要吗？你呢？只是你看不见，它就在你心里。不能，不能。可爱的狗狗。等我的饭饭来。果果养宠物，出门去，拜拜，拜拜，品贤。礼拜四见哦。哎，你别跑啊，臭猫咪。我不和 Doritos 的味道，回来了，刚刚跑去扫地拖地，我刚刚在撸布布。Yeah. Ride with the mob, Hamdulillah. Check you with me, into your job. Earth is the name, been balling to the chain. Tono for the watch, Prezi plain Jane. Yamagini chain, rest in peace to my superior. Hermes, like a feeder village in Liberia. TMZ taking pictures, causing my hysteria. Mama see me all BT and start tearing up. I'ma start killing niggas, how'd you get that track? I attended holla picnics where you risk your life.我想要，我要传这个。Plain Jane. Mina 最近介绍一首歌词蛮有趣，是什么歌？怎么感觉听到姐姐讲？I'ma explain why you probably never see me. I push a Lamborghini, touch a magic like Houdini. My body shake like Ginny, booty dreamy with the tinny. Yes, I told him to get titles, so he stream me when he leave me. I go hard in the booth, Biggie vibes, give me the loot. I'm a classy millionaire. 歌词是会这么，我知道 Mina 有发，我有看到。这个吗？林涵有真的哦。
什么他一直乱跑出来啊？那个，我刚刚走上竟然有特效哎、欸，你们有看到吗？我的饭饭快来了，这首歌好可爱耶。声音也很好听哎，跟骨科一样。我嘞，那我也跟你们分享一首歌，好像是好像之前有放过吗？忘记了哎。整个世界像是期待黎明的黑夜，我被自己封锁在第五个不存在的季节，剪下了翅膀的蝴蝶只能选择和玫瑰告别，我没想过喝过这个啦，最近也刚哦，真的假的？我的，大家等等我一下下，估计要翻翻就是来了。直播，原来美婷也是新加坡人呐、这一撮比较长，独自承受，回想过，我牵着你的手。Hello， 幻影战士。不知
经典的是《住在天涯》，忘了没有，忘了没有，忘了没有，那一个。我刚刚去开个门而已。那什么、哦、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哦，我好像听过哎，我听过这个，嗯，好吧，我也不确定，我找找看。你到底忘了没有？忘了没有？忘了没有？我好像有听过那个哎。我还以为来了，没有，我才刚想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动欸，去哪里了啊？我等一下来放。
需要看一下我的外送。啊，一直过敏。我想把你的手放，你真的很痒，为什么一直过敏啊？飞扁腿是谁 ？Hello 玉，外送还没来。你到底忘了没有？忘了没有？忘了没有？啦啦啦啦啦啦！还是我填错地址？应该不会吧？我听到了，等等我。姐，你回来了。没有偷吃，很爱宠物，全是宠物。我哪有对宠物过敏啊？我什么时候会对你过敏？拿到了，我等一下出去吃。我差不多要下播了哟。啊，为什么？还是我们出去吃啊？可是我不想让那个吃，我不想在房间吃饭，不然我要抱七个蛋对布布很凶，我哪有啊？刚好零一开播，真的、哦，刚刚各位听到，你已经很快了耶，啊、嗯！I should have known it wouldn't happen because it wasn't right. I should have known it because it happens every goddamn time. 辛苦了。Almost thought we could have been something. Almost thought we could have tried, but it didn't happen, so I need you to get up my life.But the other night I had you in my head, called you on the phone. Why you stealing my time if I love that say? I wanna be alone. Oh, and I should know this could never end. Oh, this could never end. 我想唱歌，让我唱歌。No, it's only human, but I never know. I want you for myself.I can take the fall, the pain, the pleasure,
for worse or better. But oh, what if we wrong? What if we wrong? All the days gone, then we won't really get along. But hey, I guess that's us. 我鼻子好痒。 We couldn't help it, but you know it doesn't make you right. You say I'm selfish, but I know you felt the same inside. All the other night when everybody says it's all okay. Everybody says you're fine, but guess someone else is what you need to make you feel right. Tomorrow night, I'll be calling. Shut at your door. Love you in the night time. 放弃，想要擤鼻涕了。Oh, and I should know this could never work. Oh, this could never end well. 我已经擤到破皮了，你知道吗？今天播三小时，我有点想要去吃饭的。 I can take the fall, the pain, the pleasure, and you can take it all, for worse or better. But oh, what if we're wrong, what if we're not all that we thought, then we won't make it long. But hey, I guess that's all. 想到我要去买七个的饲料，忘记个宝宝今天早上还没吃饭，因为他没有饲料。你们看我的下睫毛，我只是想要分享我的下睫毛，就是挺浓密的。可是我的睫毛都不长，我想我的睫毛长。 可是我又舍不得关，但是我又想去吃饭。常会听说过波波宝贝，波波宝贝。所以去外面，没有就在我家旁边而已。 只不过我等一下就要去帮他买吃的，帮他买饲料。我还找过有没有那个，我还找过有可以种睫毛吗？可以啊。果果吃饭喜欢内用，没有啊，我已经。 外送来了，我真的是要吃完我的饭，我要去帮Tiger，就要去帮Tiger宝宝买吃的。不能宝宝还有吃的，所以不用买。可是我还舍不得管。 可是我想去吃饭。吃播好了，那走吧，我们出去吃饭。 等我一下，我去拿东西。 哎，我应该涂个那个就好。
样打喷嚏。看到衣服堆，哪有？你有看到衣服堆吗？你没有看到衣服堆吧？我没有拍到吧？我没有拍到吧？看到，没有，没有看到，我没有拍到吧？你说这个、哦，那是那个啦，我的贝贝，我有时候在这边看电视会用的贝贝。我以为是说刚刚出去，这个是我躺在这边的时候会用的被被啦。我的鼻子破掉，刚刚擦薄荷，我的鼻子好痛啊！没事，我很好，等我呀。嘿嘿，我飞来了。不能委屈爸爸。这行道有一点点破，你去哭了。乱拍，我没有乱拍。你的贝贝，你没有贝贝啊？没有，因为我擤鼻涕擤到这边有点破，就是有一点，就是你们知道吗？嗯哼哼哼哼，饿了。我想要看电视哎、欸，我有点想要看电视。谁叫你刚刚一直有 ？You broke me first。我最爱的萝卜，我有你的破布啊！嗯，看阿芳，我超喜欢吃港式萝卜糕的。我最近在看那个。这样就曝光我平常的那个放假日常，然后放假日常就是倒在沙发上面看电视。我超喜欢吃这个的，这个。午餐肉，说好，我播到我的手机没电 ，OK， 它应该快没电了，我有点担心我的手机。
你看黑流星在自言自语什么意思？好了，不要欺骗我开。你看我昨天在看猎人，给你们看。哎，可以这样。我最近在看这个，这很好看哎，我好喜欢这个。NCA clouds obstructing all distant flow. Anti-androgens aren't indicators for hyperplasia. 最爱总统，哎，最爱总统有好喜欢，可是还没看完，从荧幕的不会看到，完蛋了啦，被你们看到了。原来同一招对笨蛋有用，不好笑。不断怎么办？小羊在吃，只剩下两，我看了好多季，我好像剩一季还没看完吧。好吃，刚在整理写真，我有一张你在他用的写、是什么，好可怕哦。我觉得很可怕，我那时候还没有拥有双眼皮。不给我吃你这个小气鬼，那给你吃一口白饭好了，一小口而已哦。你脸圆圆，我现在脸也圆圆呐、我不要用那个为什么不要用叉子？叉子很棒啊。刚刚出道比较远，因为怎么可以嫌弃我呢？ Atypical. You think he's lying? Maybe he's gender transitioning. Aside from cancer, there aren't many other indications. Let's focus on what we do know. Feeding the catheter.Suctioning the thrombus and recanalizing slowly retract. Whatever his reasons are for taking the anti-androgens, simply their options. He either drops them or he's going to keep having strokes. The forehead repair would be expensive and cosmetic. Look, it's not about prettying him up. It could give him a new life, friends,
Maybe a few less beatings. Stopping the beatings is the guard's job. You really don't have any empathy for Billy. Empathy is a bad reason to fight for someone. If empathy makes me... 生日会的事情我没有玩，不是我希望生日会是可以线上见面，但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是想被喂死吗？那请你吃一口蛋白。不见面就可以啊！我的天哪，我的肉肉！没事没事，幼儿园 ，you，why you， 我的地板干净快。我吃到我的头发，很干净。哎呀，出风 ，Hello， 音什么？我妈要开门。谢谢枫叶，还有掌声鼓励，看好你哦。我房间比较干净，我看。谢谢初风的相守之心。还好国妈现在不在。我现在没有用吸管了啊。我是环保人，才怪。那其实有时候很担心，就是世界末日。自己没有准备，我的吸管都不见了。我之前买了很多个铁吸管，都被 Tiger 不知道玩去哪里了。世界末日，怕时间就很可怕。然后前阵子看到的新闻，他说好像我忘记他讲什么，他说在几度
就是在几，就是那个什么几度几度，就是在几度的话，就会完蛋了。看你吃东西很好吃，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子讲的人。每次大家说看我们吃东西都感觉很好吃，105度。你们现在饿了？哎呀，我今天帮你买吃的。不，我只有你吃过的。那我们可以一起吃东西，因为我很容易吃不下。谢谢黑杰克的追踪。午餐肉是什么味道？就咸咸的这样。我其实也不会形容欸，我形容一下哦，很像是培根，不是火腿，但是口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糟糕，我不能上美，我说对啊，怎么办？我也要当美食特派员。它很像是火腿，软一点的火腿，然后咸一点。电棒，不然没电，电还有电啊。灭亡的方式有十种，我不想听，害怕。Patients who are from Wyoming or have ASD.And that's very unfair to only neurotypical patients from Idaho. 美食公道婆果果，什么是美食公道婆？ I need to take those drugs. They caused your stroke. We don't think you have hyperplasia. If you tell us the real reason, I'm sure there are others safer treatments. No, there aren't. You're transitioning.There are alternatives. I told you why I was taking the meds. George, we are your doctors. We need to know the truth. Hello, 你怎么跑走了？滑掉了。I'm not gonna tell anyone. 吃饱了。吃饱了也怎么办？ I'm not transitioning. And I don't have hyperplasia. I have problems.With my sex drive. 滑掉了。I know it sounds stupid, like why can't I just control myself? 寄来给我吃，进去就坏掉，聊得当晚餐。对啊，哎，有时候可以吃，一餐可以吃两餐，不是有时候是基本上都是。吃三口的，不要喝我的汤，不要喝汤，不要喝汤汤。摸摸，快来清点，这个很好喝，这个是。软仔醋，欢迎再次知道吗？
你好，句号，绝对知心的品涵。知心的品涵是什么意思？你就是坏人战士，不要骗我。黑流星，你不是黑流星，可能去灵异台的谁？上次品涵直播有提到晚餐吃披萨。爱之心，我也爱之心耶。我吃那个披萨我都会加之心，我觉得之心很好吃，然后喜欢吃有之心。我也是，所以我们就都改成汁哦，是这样，但我又改回来。我通常吃披萨，就是如果没有芝心的话，我不太喜欢吃旁边的皮，所以我都喜欢点芝心。没看过，你没看过吗？我原本是绝对品涵，痴心的知心，知心，绝对知心，好可爱。可以等待我一下吗？我想要。等我一下哦。I can't work. I can't socialize. I can't have a life. And those meds are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it even remotely tolerable. They'll kill you. The residents have a betting pool on who you're going to appoint as your replacement as chief of surgery. The decision needs to be made with decorum and expediency. I haven't quite gotten around to analyzing. You've had little face time with your attendant since you became president. We need to correct that. I've scheduled your announcement. You've got 2 days. 我回来了。Where is he? He's gone. Sent out AMA. I tried. How long ago? 5 minutes. 我来陪我看电视。Hello, 信维。I was researching alternative meds for him. Realized Lupron didn't make any sense. Prescribing anti-androgens for sexual urges was like hitting a mosquito with a mallet. Unless they're deviant urges. We might have just released a child molester.Hello, 阿哲，我刚吃饱饭，虽然我只吃了一点点。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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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最近两边双眼皮长不一样。我跟你们说，我今天一起床的时候，国爸国妈在家没有吗？没有，都说英文，是因为我在看美剧的关系。就是呢。按到，我刚刚要跟你们说什么？我说我今天一起床的时候，我两边眼睛的双眼皮都不见了，吓死我了！哎呀，不是按这个啦，讨厌嘞！姐姐跟七哥呢？
姐姐还在睡美人当中。我们一家人，我跟姐姐真的是超爱睡觉的人。她大概十二点一点多的时候跑去睡午觉的吧。我发现我两边双眼皮贴不一样哎。我姐178，我的蕾蕾还在。果果也可以用电视玩《恶灵古堡》，我不会，我不会玩电动哎，我不会玩。我之前有 Wii， 我之前我们家里有 Wii 跟 PS4， 但现在都没有了。果果姐是睡眠，她是。她有时候的睡眠时间很奇怪哦，她会吃完晚餐就去睡觉，睡到一大早，这样。怪不得你们两个这么高爱睡。果果姐唯一缺点就是比我高。会一起睡觉吵，不会，郭姐不会，她如果有事情的话，她都会就是乖乖起床。想到不睡觉，我就想睡觉。You can't, but no evidence of a crime. 哎，为什么我的字幕是 ？Lim's at 3-2, Melendez is just behind at 2-1, Cooperberg 7-1, and if Darling or anybody else comes in.You can retire. Andrews might bail on Melendez when he finds out our patient bolted. Which is why Melendez is now 4-1. Harry, mutual betting is very exciting. Do you need empathy to be a good doctor? Do you need empathy to be a good doctor? I think it can interfere with e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She's just saying that to avoid hurting your feelings, thus making her fake point for real. Bye bye.你要去忙了哟，好吧，拜拜。礼拜四见，礼拜四8点晋级的巨人谷。为什么我现在很大一只吗？起码果果还是比我矮，我还是继续爱果果。好需要王子叫醒姐姐吗？我可以。睡得多的确会长高，有科学根据，真的假的？拜拜，欢迎站，才骗人。你才是幻影战士。为什么我是巨大虎骨？为什么我的狗跟我的猫都不见了？Fauna The littles。你知道我每次叫波诺宝宝，他都会理我吗？宝宝，宝宝，宝宝出来，要不要吃？宝宝要不要吃？宝宝，你出来啦，宝宝！我骗你的，你不要一直躲在下面。新加坡人，黑幻影战士是香港对吗？我是黑流星台北，乱讲。John 是马来西亚人，然后勇是新加坡人。我的粉丝有来自各个地方的粉丝，我开心。柠檬，你笑什么？他会随时更换居住地。你来自台南。Made her lie to you. You just agreed with me and insulted me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empathy is very important. Telling the cold hard truth, even when it hurts, sometimes is the most empathetic thing we can do, which is what I'm doing for Sean right now. You're welcome. I have autism. 好了，我是果果的人，不要爆我的粉丝。你乱讲我。Just saying that to avoid hurting your feelings, thus making her fake point for real. 你们都是我的人，台南的哪？谁知道你在台南的哪里呀？这样如果知道，我不就是变态了？你该不会要躺下？
我快要躺下来了。舒舒服服，我是地球人。不要开启睡波，要睡觉吗？快要睡着了啦，讨厌呢。等等，你们看我在那边，你们看我，我的头发，你们看我这样很舒服，然后就边看电视边跟你们聊天，然后讲一讲，狗狗突然没有声音了，睡着了。不行，睡觉了，还用腿移动手机，我才不会嘞！就跟我之前的头贴一样，没有，真的没有在直播中睡觉 ，OK？ 虽然我非常想要这么做啦。May her lie to you. Just agreed with me and insulted me at the same time.I think empathy is very important. Telling the cold hard truth, even when it hurts, sometimes is the most empathetic thing we can do, which is what I'm doing for Sean right now. You're welcome. I have autism, which means I have a deficiency of mirror neurons, which inhibits me from emotionally trading places with people, which makes empathy very difficult. 我之前的头 ，Hello， 人好。那之后就会到会议室直播了。今天可以早点休息吧，下次开酒也是齁。可是我还不想要跟你们说拜拜，还敢说自己没睡着。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躺了一下，想打哈欠。哎呀，哦哟 ，Hello， 人好。Will you get the nerves? You poke me first. 自动马赛，没错没错，有都打呼了，骗人，我不会打呼啦。其实我好像也要关了，因为我要去帮我的猫咪买饲料了。你刚刚没有没有说才怪，我才怪，我都不会打呼的。喵 ，Hello， 小猪。Hello， 你哟。言辞不雅，都没有，才怪，才没有呢。Hello， 一小宁你好。结果你要关了。对呀，我播了两个半了耶，好像也没有很多哈。说梦话倒是真的，明明就有，厨房里打我耳光。不小心忘记，没关系，我礼拜四八点有播，你礼拜四八点可以来看我。你饿了、哦？提卡说我肚子饿了，你饿了吗，提卡？哦，你饿了、哦，他回我话，早上吧，是晚上，你们有听到他讲话吗？他说我饿了，但是我实在是很懒得出门哎，不然你不要吃饭好了，怎么样 ？Tiger， 我们来商量商量，你就别吃饭了吧。我是觉得你可以不用吃饭了啦，对不对？哦，好哦，你要吃饭啊、哦？你要吃饭吗？你饿了没有？你饿了没有啊 ，Tiger？你饿了没有啊 ，Tiger？他会饿啦。难得那个哎、欸，难得可以开很久哎、欸。球头尾、欸，我给你们看哦、喔，我玩的新 Tiger 招式，新 Tiger 招式就是。
早上八点果果一定还在睡，没有错。我要把我作息调回来了，不然我以后很困难上学。谁把任意门传留给我？谁把任意门送给我？谁把任意门送给我？如果有任意门就好了，我需要有个任意门。Hello， 好意。您看我的猫咪很乖。我有跟你们说，我以后要几点去接你？大概早上，六点。好了好了，我没有要剪你指甲。你饿了哈？你就是饿了。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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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不会太无奈？那才没有无奈，人家可爱呀、啊，那可爱呀、啊！你要给大家看你的脸是开心的脸，没有无奈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没有无奈啦，他没有无奈的，快来 ，Hello。我想要养一只黑 ，Hello 红，我想要养一只黑色的猫猫跟 Tigger 一起。我有那时候我问过那个宠物的那个宠物大师，他就跟我说，他就说如果要养的话快定养，不然以后再养的话 Tigger 会很像在顾小孩就不好。所以呢，我就决定了，如果我最近没有找到的话，今年以内没有找到跟我有缘的猫咪的话，那我就想说算了。不过我最近都一直在看黑猫，黑猫仔那个不很黑哦？你是猫咪吗？你不是猫咪吧？你不要咬我、啊、你干嘛咬我？好了呢，啊，不要咬我呢！啊，好痛啊！开玩笑的，不会痛，嘿嘿。喵！七哥100分，你干嘛踹我啊？别跑啊！我带你去买饭好不好？你看他在咬我，哎、欸，你干嘛咬我、啊？你不要咬我呢！你还不把我放掉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他咬我的手手，第一个不要咬我的手，哎、欸，你能看到他的那个尾巴一直在晃。我是果果的狗。我要当猫咪。其实那时候我们的 MC 啊，就是 MC 4的时候吧，我们本来要讲说如果有团内以外的成员的话会想要选谁，我就选我说我想要跟 Tigger 互换灵魂，互换身份啦。胖胖的，你说 Tigger 胖胖 ，Tigger 不胖胖，他叫做 Tigger， 他没有胖胖吧？我手好痒，他咬我刚刚，你刚刚咬我哎！你怎么要咬我？快去！猫系偶像果果 ，Hi Vivian。你别再咬我，欠揍！欠揍你的牙齿，你牙齿欠揍啊！
你们看我都抱抱他。蹦蹦蹦蹦蹦蹦，还有母爱的画面。皮克是我的小宝宝，都快被你饿死了，当然不胖啊。哎，对了，我要去买他的饲料了。哦，喵喵喵，贤妻良母，你看 Tiger 喜欢给我抱，你们不要再说 Tiger 无奶了好吗？他根本喜欢给我抱，对不对？你根本很喜欢给我抱，对不对？你别跑啊，你还敢跑？我才刚说你很喜欢给我抱，你就要跑走？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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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啊啊！好啦啦啦，不要生气我啊！你不要生气我了啊！哇！哎呦，吓到他。好了，你不要咬我 ，OK 啊？嗨，我们和好，我要打给动保，什么时候放饭？好了，你今天还没吃早餐哦。欠咬。哪有？你看 T 哥喜欢我。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Hello， 沉鱼落雁，边玩人家还玩人家的胡须，我跟你说他很可爱哦，你看 Tiger 你过来，你过来啦，你别想跑，你别想跑啊，你别想跑，你想去哪？我想要弄给你看，他叫好可爱哦。好了，你不要生气我了啦！好了，你不要生气我 ，OK？ 好了，你不要生气我了。好了，不要生气了 ，OK？ 你不要生气了吗？叮叮叮。哎呦喂呀！这是奇怪的视角。嗯，不喜欢猫咪的胡须很，真的吗？可是我每次玩它，它都没感觉，它都不理我，它就很放任。我每次都这样，假如说是它的胡须好轻盈的，它就这样，然后它都没感觉。因为他很爱你，这是男友视角吗？真的，那我以后不玩了。我不知道哎，我想说他没有反应，他就不会痛痛之类的，是怎么样的敏感的？这不舒服哦，啊，那我还白目。我要去帮七个买饲料，就像狗不能摸鼻子，哦，是这样子哦。七个对不起，我下次知道了。我们两只猫猫狗狗在我的下面，他们在我下面，嘿嘿，笨蛋。哎呦喂呀，喵喵喵！不行，偷懒了，要带 Tiger 去洗宝宝，不是要去买 Tiger 的饲料了。我们来念榜吧，我手机也快没电。可恶！
今天的第十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第九名是小屋，谢谢小屋。第八名是品贤，谢谢品贤。第七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第六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第七名第六第五名是博晨，谢谢博晨。第四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三名是可乐王，谢谢可乐王。第二名是小生，谢谢小生。嗨，提哥。第一名是志豪，谢谢志豪。哎，是我背着熊抱的照片呢。提哥，那老鼠嘞？老鼠在哪里？你拿给我丢啊。哎，波呢？这张子，我要背着熊，下次要摸摸他的头。原来果果的三点在我看来像四点呢。没有啊，那哈。现在还是三点啊，对吧？我说我播到三点。因此具有触觉受气的，哦，是这样子。什么啊？波波跑去，对呀、啊。我你要听到。很好笑，我讨厌说谎的孩。我下次嘛没问题，我说下次拥有的话，我要摸摸他的头。谁把任意门送给我？好了，我也要得关了。不能让我们亲爱的猫猫录着。我先去忙啦。OK 大健拜拜，志宏拜拜，牙树拜拜，灰灰拜拜， L 拜拜， Kent 拜拜，可乐王拜拜，陈玉落雁拜拜，阿哲拜拜，樱桃猫拜拜，任豪拜拜，阿翔拜拜，黑流星拜拜，好，幻影战士拜拜，浩一拜拜，米优拜拜，谢谢你们今天陪我这样子久。下次好的，小叶拜拜，依林拜拜，小白兔拜拜，我们礼拜四晚上见。为什么突然变黑了 ？OK 啦，不要再揉。OK， 我不揉了。嗯。嗯。礼拜四见哦。礼拜四哦，礼拜四晚上八点哦。哎，小草，嗨！我要关播了，快去买关，拜拜啦！我先关播。拜拜 3, 2, 1 Peace out 诶 John 还在吗 John 拜拜 3, 2, 1 Peace out